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阿祖哥啊。今天过来给一个这个民宿酒店的楼顶种一些绿化。然后我发现啊，这个楼顶这环境非常的不错啊。前面这里是个游泳池，然后呢，就是前面那里不远了、啊，就不远处那里，朋友们看到没有？那里就是大海，非常的舒服。这些都是铝的，连上边都是铝的，这东西可贵着呢。这老板舍得用料啊。往这边是市区，前边都是别墅多。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了，这个是一个游泳池，要是在这里居住的话，休闲的时候躺在这里喝着冷饮，喝着咖啡，然后面朝大海，应该挺舒服的。现在海里好多那个渔船呢、啊，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开海的季节了，好多渔船都出海了。这个是这个酒店下面一个院子，其中一个院子。我们去里面看一下，连这些过道都做得挺好看的，里面也挺漂亮的。这是天堂鸟，这样的精品民宿酒店啊，离海边又近，直径的话都不到几百米，环境也不错，还是挺值得入住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